那个接下来呢，我们可能稍微要请那个摊主做一下准备，因为我们活动到六点，然后张空间他们会买火锅。然后在这之前呢，因为这活动呢有提醒那个，算是每一个创作人会自己带自己的收藏来，对，来推荐这样。然后可是我发觉大家比较忙，没有在推荐，所以我在这边 只有我们比较闲，我们就从自己做起。对，然后等一下我们也会希望那个其他的那个比较有空的摊主们，像那个 Sandy Notion 啊，等一下就可以过来、他绝对很多话要讲，看他还蛮闲的吧。好，那当然就从我先开始啊。OK， 好好，那个我自己要推荐的这一本，哎，你起来要当助手一下。那、还是这种把报告拿好。我要推荐的这一本呢，这个是来自于那个英国嘛，对不对？英国哦，对，这个是在那个东伦敦艺术节漫画艺术节买到的全绢印的刊物、这整本都是全绢印的、然后非常的密集恐惧症啊，然后大家可以那个直接翻阅看一下它的那个用的特殊色也好，甚至是它的作风也好，然后它欧洲的绢印有一派好像就是走这个路线。这一本我就花了多少钱？你跟大家讲一讲。我好像回合女郎、对，你是回合女郎。然后这一本我那时候好像花多少，两三千哦。对啊，所以那个他们虽然有很多这个，但是我还是买不起，所以没办法卖。没有，我讲一个故事。那个时候小四呢，他就跟我说，这边5000块你拿去，能买多少你通通给我买回来。然后我就说，这一本3000的，只能买几本而已。对，所以他以为可以买，一想到说你寄回来没关系。没有用扛了就扛回来。对，总之啊，这一本是算是我收藏里面比较特别的啊，它的开本什么都很特别，可以大家传下去看一下哦。对，你可以看到跟亚洲的这种小字的风格比较不一样。对，来回合女郎，我们要介绍另外一本了。来，好，米奇曼，好，接下来换我啊。我这本也是英国的。哦，这也是来自英国的。对，我这一本叫做 Noble 是英国的一个独立书店，没错，他们自己每一期会有一个主题啊，然后做一个合集嘛，做一个合集，就等于譬如说我们今年小志市集全部的人一起出一本书，对，然后里面有一半是插画，然后翻到另外一半的时候会变成是漫画，对。那这一期的主题就是歇斯底里。然后大家如果看 Noble 的东西，其实呢有一个很特别的，就是他很多作者搞不好是绢印底子哦，对，他就是绢印创作，可是最后是数位印刷这个作品。我觉得他们有先讲好啊，就是这一期的特殊色就是荧光绿嘛，因为有点歇斯底里的感觉，大家就会都使用那颜色，那所以大家就会知道说，好，我们要用这个颜色来画。嘿，那你等于一口气可以看到20-30位新锐的创作者，然后也有插画也有漫画去讲同一个主题，是的。然后漫画就是4页。然后如果是插画就是跨页，算是一个很那个那什么很划得来的一个合集。可以说我们以前没有钱的时候，音乐就会买那个精选集，对，贺岁一口气看到20个。然后再来 Noble， 它其实是一个蛮大的一个出版社啊，对，它是一个独立书店啊。好像你通过网络，好像台湾有些人在带他的书，有，现在在迪化街的台北的俏皮有在卖，对。然后好像那个深深书局也有卖他全书系啊。哦，所以其实如果你有兴趣，你可以从里面找到一些你喜欢风格的作品，然后再去追他的其他作品。哎，是的。然后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请到下一个分享者，是那个下一个风土志的戴华。你现在比较闲的吗？看，你来分享你的那个。对，我们现在算是突破这个广播节目的范围啦，我们现在已经进入现场脱口秀。哦，他下一个，下一个是不是？好，我们找现在比较闲的摊位好了。那个 Sandy Notion 啊 ，Sandy Notion， 你看起来蛮闲的，你有带什么推荐的刊物？对，你先带了什么推荐刊物？哪一本来推荐给大家？不要拿自己的、拿自己的，对不对？哦，没有，不是，我帮你拿。我今天带来这一本是我蛮喜欢的一个，算是日本的潮流教父哦，西山彻。对，那这本书，对，这本书其实在介绍说他怎么进入这个地方，那影响他很多，像音乐啊，那像自行车工具啊。可是日文的呢？日文的呢？日文的、啊，因为其实平常就有在看他的部落格，他这个很特别哦，他以前的部落格是每一张都像封面一样。
封面这个样子，他每一张都拿这个自拍照，哦，写了好几年都是这个样子，然后想说这个人怎么那么自恋，可是他里面他所做的穿搭都是影响着这个日本以及中港台，算亚洲的很重要的影响人物，所以是一个潮流之父，然后自己弄的自传就对了，对对对对对，哦，你推荐的是这一本，对，想说给大家一些不一样的东西，没错，大家如果想要潮一下的话，来到那个森丁洞穴的摊位来看这本。对对对，那今天为什么会迟到啊？哦，今天迟到潮流的一部分吗？对对对，故意潮一下，不太准时。其实今天是因为我参加朋友的婚礼啦。哦，今天好日子，今天日子很好，沿路大家都在请客，我是这样请，我连续迟两天。那今天来之前，我就有先跟小鹿讲说今天会比较晚到，因为参加婚礼。哎，是是是，对对对对，可以吧？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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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OK OK OK， 因为他是我们老朋友。他讲下去可以讲一整集，没错，对，我们要把麦克风抢回来，阻止他。好，那下一个，他现在还在忙，那我们就是，啊、不然有比较闲的黄姐，你这样讲真的吗？那为什么只有我们很闲呢、啊那个？那个薛姑娘，薛姑娘，薛姑娘好像有空吗？他听不到，你带你那个推荐的书来跟大家介绍一下，有吗？有吗？有哦，有准备。这一本就是我个人还蛮喜欢的一本 Zig 这样，然后是我在日本买的。哦，它是用影印纸印的，哎，对，就很简单。那我很喜欢它的那个插画风格，可是不用，我完全不知道这个作者是谁，或者是他的，我没有去查他这样。所以单纯看他的图像就被吸引了。对，哦，这个在台湾其实算是。好像会做再精致一点，可是在日本他就直接算是影印本就自己来买了，所以你是在什么地方买到的？其实他的图都是彩色，就但是他就是这本就是印黑白这样。那你是在什么地方买？就是在那时候去参加那个日本阿布克贝尔的时候买的，东京艺术书展、啊。对对对。哦，所以呢，如果有兴趣的呢，就可以到薛姑娘的摊位。你们正式的摊位是什么？就哦，就是本名就对了，好，可以来去看看这一本哦。没错，下一位，王吉书生啊，他在忙，在忙吗？啊，躲起来了，还有谁？戴华也在忙，我们大家在忙。Q 他，那个脚师，哎、欸，脚师，呼叫脚师，呼叫脚师，脚师，呼叫脚师，脚师，你们那边很闲，快点！哎、欸，你有没有带什么书要来介绍的？带一本推荐的书过来。好，所以你今天要分享的是，现在分享的是脚师。我在里面了。哦，又是一本、就是。我要分享的是一个作者哈、这个作者是叫做大竹茂夫哦，这个蛮奇怪的。这个人呢、啊，他因为他本身很喜欢研究一些菌生类，比如说他去观察那个菌，就是生长的状态。你说霉菌的菌，细菌的菌，对，可能每个礼拜它长出来的状况不一样，颜色不一样，然后造型会不一样，哦，所以他很喜欢去研究这种东西，所以在他的画当中，不管是绘本，好、哦、像这个有一个是他画了小红帽的，但其实他其实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搞得非常非常奇怪，啊、哦，非常奇怪，所以都会有一些我刚刚讲到菌生，有一些原生菌的那种东西在他的角色上面，可是他看起来又像是儿童绘本呢，却画这种。有乳头的，这在日文叫做很奇怪的鸟啊，然后秃头啊，哈、哦，然后很奇怪的毛发这样子哈、哦，然后这个世界都会被经营得非常的怪异这样子，对，所以蛮推荐他的东西的，重口味的小朋友读物，哎，是，其实是成人读物啦，是成人读物，对，只是他把童话再转化一下，
叫做大竹茂夫。大竹茂夫、哦，有兴趣可以到我那边看。没错，蛮、哦、好玩的。人可以去角石角石那边看。刚霞丽，刚霞丽。好，感谢。那我们今天就是不停的，每个摊位都有准备自己喜欢的书本，然后推荐给大家。哎、欸，然后接下来是那个一小说家，他哦，他有在。好，我们现在呢，随时都会call下面的摊位起来分享自己的作品。等一下，你在忙吗？好，来来来，小鹿小鹿，你推荐的是哪那么多人啊？推荐一本就好。Noble， 你有哪看是哪 Noble？ 李行曼刚刚讲过了。哎哎，对对对，没有这本。哎，小鹿，你要推荐的是？我想推荐这一本，就是日本的刊物，叫 Permanent。然后他是因为那个311大地震之后，他们开始留意就是自己的吃的东西跟土地上的农业相关的议题。对，然后像这一期就是介绍公鸡，然后他就是鸡的养育过程还有宰杀过程他都有介绍，然后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更关注自己土地上的自己跟饮食有关的东西。对对对，可以到我的摊位上看。然后他在台北的那个时常在这里可以买得到。嗯，只有他那边有、哦欸、嗯，像漫画也有这种、欸、就是复兴灾区，然后他们就画灾区重建的漫画、哦、我那边也有，但是带不来，太重。对，难得的机会，大家可以多去看看各摊位自己带来的收藏，这样子。哦，开始了，哎，你的人中开始出汗了。可以到那个嘉实去看，那个嘉实那边有两个熟女，那个熟女当客厅，想要介绍啦。哦，好像还有想要推荐的书吗？好，别人那边。哦，好。哎，对，哎。哎，那你怎么会突然哦？你怎么会突然想到要买这些书呢？都很好看哎、欸，都非常好看，都非常好看，是不是？哎，所以一共多少钱？都是380，380乘以三，380乘以三，380乘以三，快问快答，1140，1140，1140，1500要找多少？要找多少？360。哦，好，这个广播节目 call out 算是人体计算机，360。风土字，风土字啊！你要画画，好、啊，那你先画好，你先画好。那塑胶人，塑胶长，哎，这个，我跟拽吗？塑胶人迟到哎、欸！我们现在要热烈的欢迎京都塑胶人小智市集的主办人，就在柱子这边。哦耶！谁叫他迟到了？迟到那个罚三杯，我们这边没有，目光全部开了。哎，你有带什么书要来分享的？你该不会没有带书吧？他很贱人，他很书叫我帮他带。来啊来啊，一来来共。哦，他登台之前还要先对，还要准备一下，准备一下。那个啊，那个。那边还有谁？画插画的那些他们 OK 了吗？平如哎，平如那边，啊，已经说到场了嘛？看、
介绍塑料人书。介绍介绍一本书，介绍一本书，每个摊位要介绍一本。不行了，他们也太忙了，我们俩好闲哦。那个 AJ， 那你有要特别介绍的书吗？你有没有什么想要分享的？啊，你们自己没有准备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我们撑一下。不然让战斗毛来讲好了。战斗毛，你今天逛这些市集，你有没有看到什么觉得可以推荐的书？没错，前面找。战斗毛开始找了。战斗毛也是我们台中驻地的 DJ， 他的专长就是带我们去吃便宜的在地小吃。没错，被他点名到的店呢，都要排队，要不然就是倒了。哦哦哦，他拿了一本，这个不错。是我这只。Hello， 卡兹卡兹。哎，我想介绍一下这个零食 snack。零食，零食。然后它有个无厘头外星人，它里面的这个漫画，就是哎，之前我觉得日本这个无厘头最有名的应该一个作者叫做吉田战车。哦，吉田战车。对对，他的无厘头真的是很难抓到他的取向。对对对对，然后这个这本这个零食 snacks 它的这个无厘头啊，也非常的接近对你的路线就对了。对对对，非常对我的路线，因为它的名字叫 snack， 它是一个杂志的附赠品，然后它有自己本来杂志要讲，但是这一本就是零食，你吃也没关系，不吃也没关系，所以它里面画的漫画就是比较乱来一点。这本是大陆的吗？对，这本是中国的作品，然后我是去那个重庆的时候买的，就把它干过来吗？没有，用买的，用买的。好，那但是我想借由这个提到另外一件事情，什么？就是大陆的这个动画有一个叫做《十万个冷笑话》，简称《十冷》。对对对，哎，他的今年那个出一个电影。票房是9亿多哎、欸，有史以来中国应该说亚洲区最卖座的这个动画哎、欸，对，所以我觉得这个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思想封闭的地方了。哦，其实他们的独立漫画很猛啊，他们之前就有得安古兰的那种特别漫画奖。嗯，对，但是我们一直都觉得啊那个西啊那个江海有没有？这主要是你觉得吧？没有，大部分的那个。台湾同胞还是觉得这个阿拉嘎都不是很友善，喜欢大小声之类的。对啊，像这本漫画里面也有画到那个艾薇薇啊，然后还有一些算是讽刺漫画。其实在中国这种东西，但这样不会很危险吗？其实还好哎、其实还有就是喜欢的人中国不是只要讲起伏地魔就嘘不能讲，很危险。就是会反，我觉得他这样会助长独立刊物，反而会卖更好。哦，也是啊，越小众就。在中国就是一个很大众的市场，所以这本可以在那个米奇曼跟我的摊位这边看得到。对，而且我也推荐大家去看这个《十万个冷笑话》，因为真的是很有梗。十万个冷笑话，对，只要上网查《十万个冷笑话》就好了。OK OK， 感谢战斗猫，好，谢谢，非常欢迎 AJ 李爷。嗨嗨，我又回来了。哎、欸，这支麦克风比刚才好哎、欸。对对对，没有，我为你招待，帮你升级了。真的假的？刚才那个推上去滑下来，推上去滑下来。好，所以你要推荐的书是Sun，然后它叫暖太阳。暖太阳。哦。我觉得它是那个台中跟那个政府有关，但是又无关，编的最好看。我算是有拿到资源，但是还是有做自己的刊物就对了。对对对，这种刊物真的很少见。因为我们通常看到可能都是拿人手短的感觉，对，吃人嘴软。那你觉得这本它特殊的地方在哪？它特殊的就是自吹自擂，没有啊？等一下，这本跟你有关吗？当然当然。前面还讲一堆。对，没错。拜托，这种就是已经没有畅销书这么好卖了，当然要自吹自擂。哦，那你为什么可以拿人手却很长呢？其实也没有，因为我们。这个非常的硬啊，你很硬是不是？对对，就是很硬。你看那个封面就知道有多硬，这个明明就是在地，这为什么都是英文呢？对啊，为什么？因为给白啊。其实杂志里面也有一样的情况，就是整页猛一看以为是外国的杂志，对对对，下面有小小的中文翻译。没错，
因为这本在地志我们是想要做给外国人看的啦。哦，其实跟白木耳也是有点接近的感觉吗？没错，哎，你这个好厉害，有跟到哎。嗯，对，哎呦，广播主持人也在做功课的，没错，只是没有人在看我们的刊物而已。哦，有啦。OK OK， 好，对。OK， 哦耶，哎，好像没讲到什么内容哎。对呀、啊啊，你在好在瞎讲，考虑过瞎讲，最后再给你补做节目的心情。有有有，好，这本就是大概会讲三件事，哦、三个人三跟三个地方，都是三。为什么是三？因为它叫三。哦，这个音哦，对，没错、欸。我看你的时代快要过完了，对不对？老气，老气对不对？对不对？老气，老气都用谐音，不然就错别字之类的。OK， 不会，这在中年里面还是非常有市场的。对，没错。啊、这你们这边买得到吗？可以。哦，买得到，是独家吗？有一点哦。哦，有一点，其他店都不多，不多，不多，不多。好，所以喜欢的台中的朋友，三。而且最后面还有注音呢、啊。有有有啊，有注音呢、啊。因为大家都会念成暖大肠、哦，暖大肠，尤其是在那个太阳花学院。我跟你讲，那我就那个，你帮我盗版你的上，做一本暖大肠。OK， 拜托这个。一定超卖的，绝对好，谢谢，可以到你的摊位看哈、哦，好耶。塑胶人准备好了没有？塑胶人还有戴华，戴华，戴华还在试演会吗？哦，还在画，还在画。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每一个创作人要准备五本自己喜欢的收藏。对呀、啊，叫你挑一本你都挑不出来。你这个小心刊物市集主办人怎么这样啊？对啊，这样不是跌了北台湾扛把子的威名吗？对呀、啊，你进入塑胶人一出刊就没有了。你不知道到一个地方就是取得话语权，你再不出来讲。你今天名声就臭掉了。不会。准备好了没？准备好了没？你遇到我们两个。好了吗？那接下来，好来哦，塑胶人，塑胶人。接下来我们欢迎北台湾小世界扛把子，京都塑胶人。可以，来，我帮你 handle， 来，这一本啊是那个，他作者是 Not a Business， 然后他其实是一本介绍台语的书。哎、欸，你刚有去喝喜酒吗？你的声音没有什么抑扬顿挫哎、欸。所以它里面有很多，就是因为我们写台语，有时候讲台语，有时候你不知道怎么写这些字，他就会帮你把那些字写出来，就是。他其实，你挑了一本广播很难讲解的书哎。对啊，譬如说，塞琳尼亚。对对对，他那个他就是解释那个字词的用意，然后还有一些造句的那个。哦。对对对，这本还蛮特别的，就是蛮特别，还没有做小字的人做过这种主题。所以这本卖的怎么样？这本卖的好像还 OK， 因为他做的很少哦。他也是那个绢印做的啦，他的他的封面啊也是手工绢印做的。啊，所以介绍完了吗？介绍完了。你还是去做你的小字啊。刚下社交人。不知道是哪一个，可能250，可是50，我马上找掉了。我们收到消息，
卡啊，我要卡。黄吉书车要先离开了，就是俗语说迟到早退，他没有迟到，他没有迟到，他要早退，还要早退。不知道他今天有没有把旅费赚回来？我看他应该是要做统联，东联做统联的，统联做统联。可是我没那个、欸，跟他买到东西。哎谁？哦，看他东西已经背包上手。对啊，要走之前先介绍一本小册才可以走。在滑在吗？哦，在忙哦。啊，你好忙哦，太过分了。拜拜拜拜，我跑了，偷跑了。蹦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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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蹦，哎，他。小鹿没踩到我，他会更惨，超坏的。还有谁啊？小齐学步还在画吗？他太软，他太软。那个刚很难念的那个字，不知道这个字的时候，这一次他是用 resol 这个的技术。还有吗？还有人要介绍刊物吗？或者我们现在开放那个来场的听众，如果有想要征友啊，还是有什么？对对对，万事可相谈啊。刘勋宁呢？啊，对，小鹿啊，小鹿征，目前还是有需要征友吗？啊，没有了吗？啊，有还是有需要。他的条，这个也在卖，一本100会送一张贴纸。他的条件是四肢健全，超越他的前男友。门槛有点高，对，前男友大概是电脑绘图，然后本来是要捐印，你不觉得他帅吗？没有那个预算的时候，还是先去为主。或者是那个来阅读的读者们想要介绍刊物的也可以来哦。欸，对啊，就是今天你逛了一圈之后最喜欢的作品啊，可以在这个时候稍微帮他广告一下。今天来这边应该是收获很大吧，这些读者对不对？没错，因为这边等于算是中台湾比较少看到的刊物，这边可以一口气全部看完，全部看完，而且空间不错，让你可以有很好的席地而坐这样阅读啊。没错，画画的人好多，而且这边本来其实算是一个废墟耶。真假的？对啊，这边二楼之前是屋顶都烂掉哎。他说啊，我要占空间帮他们修好嘛。对对对，等于是他们重新布置这个空间，修复老屋这样子。没错。一整天呢，哎，没有，他现在滑手机哎。哦，此学步，此学步，宇宙此学步，你们不是有带要介绍的刊物，你们可以拿一本来介绍吗？现在你们
告一段落，是一个空档。对对对，子学步，子学步，还有还有你，还有你，如果你没有忙，你也过来。你没有带吗？三女孩连线，对。有吗？有吗？来来来来来，来啊来啊来啊！有没有？我没有说错吧？好、哦，继三猫俱乐部之后，又一美少女。好、哦，现在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宇宙齿学部。可以先跟听众朋友自我介绍一下吗？啊，大家好，我是宇宙齿学部的伟三。不然我介绍这本，这本是那个驾龙侦探。哦，驾龙侦探哦，看来是一个口味很重的女孩、啊。就是他今年去年在台北办展，在那个 Manga Sick， 然后我有就是在展览的最后去看，然后。剩没几本，然后我就买了这一本。哦，买了 T 恤吗？没有，那个 T 恤是他印的，小四印。不好意思，因为有点昂贵，所以身上没有那么多钱。好，驾龙侦探郎算是日本比较异色的漫画家啦。对，他画的很多都是有女体啊、战车啊，总之就是可以用那边发射大炮就对了。对，他的构图都非常的另类，而且他这本的用色非常。粉嫩，用很粉嫩的画风画出很残酷的内容。对，那个试演会吗？没有啊，我就最后一天才去，没有去剩没多少，没有去抽奖到。对啊，那你今天试演会的几个？我不知道，要问一下我们管理者。啊，有那么哇塞，大到有人管理，他不没办法管，他头都没有办法抬起来。哎，所以宇宙齿学部可以帮我们大概介绍一下成立多久？因为我们算是第一次见到。我们是都、就是大概我们是去年六七月毕业，然后我们是毕业后才成立。哦，青春正甜，怎样都美。对，然后就是我们是希望说我们毕业之后还可以继续创作，然后我们也是一直创作，我们走到现在这样。我们你想清楚，然后就变这样了。啊，我们会慎重考虑。对，对啊，应该是发展会有大不同啊。没错，欸，那所以你可以留意一下，你知道在台北一起来有一个小自市集。嗯，我知道。在六月的时候，然后今年可能应该也是在那个时候，但是在哪里还不知道。嗯，啊，所以你们的刊物可以准备准备。我跟你讲，不要看我们身边这个像流浪汉一样，他其实就是小自市集的这个创办人。他今天比较低调一点，因为他这不是他的场子。你好，你好。对对对，所以期待那个今年可以。再跟你相遇啊！好好，我们会努力。对，好的，感谢宇宙齿学部。宇宙齿该怎么称呼你？伟三，伟三。哦，又是用本名行走江湖吗？伟三，伟哪个伟？伟三，伟哪个伟？要写给你看吗？不，因为我们是广播，我们不知道怎么搜寻。没有啊，随便怎么打都可以，大家都乱打。不然你加一下 LINE。只要是哦，没有啦。好，就搜寻宇宙齿学部，齿是牙齿的齿。好。谢谢，然后可以到他们摊位看那个他介绍的刊物，驾龙侦探郎，滴滴，哎，你这样，好 ，OK， 谢谢。那我们的火锅去买了吗？好，要订了，要订了。现在那个距离那个这个活动结束时间是最后一个钟头啦，算是倒数59分钟。你还没买还在考虑的就别多想了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。没错，看到你就那个下手啊，不然下一次见面不知道什么时候了。没错，很多都是从北部南部那个来到台中来做这个活动的啊。像荒崎书城已经先离开了，卖完先走了，绝对是造的啊。然后到我们像这种还没卖的，看一次少一次了啦。哎，还有谁还没有？他还在画，他好猛啊！那个啦，风土志，可以了，风土志可以了。哦，他准备好了，来，冲过来，冲过来，用小跑步过来。无言。因为我们会场很大，所以他跑过来需要一点时间。没错，现在他现在已经200公尺。好，嗨嗨。Hello， 大家好。来，
风土志的代华，我是风土志的代华。我今天带来我要推荐的是一个日本，你拿到封底的广告了。这一本叫 Terminal， 然后它是日本的杂志，目前出了两期，然后第一期出了两期，第一期是讲山，然后其实它都是跟自然或者是那个户外有关的，可是它的编辑方式其实可以翻开，它非常有趣，它就是它的照片其实拍得非常好哦。对，然后因为我自己还蛮喜欢山的，然后我觉得这题目做的，它不是像一般那种凹豆的那种杂志，好像比较生硬，可是它做的还蛮有生活感，然后照片也选得很好，比如说它很注重摄影以外，它也推荐了一些相关的书籍，那另外它插画我觉得也很有趣哦，插画我们来看一下，所以呢你是平常是一个登山女孩喽，是吗？你是个登山女孩吗？还不敢这样称呼。那因为我们下一期风土志要做的题目跟山有关，所以它也会是我们在参考的题材之一。那像它就是，我觉得这要有实际真的爱山的人才会做出这样的刊物，才会注意到，就对。对，而且你看还可以拍到这样子，就登山登冰河的一个照片，其实非常难得啊，非常难得啊，花钱就有吧。非常难得，不要这样子吧。好。这个不会花钱就有啊，搞不好他就是有非常爱爬山的朋友啊。就请他们嘛。可是这也算是认识的兄弟要够多才能做出。对对对，兄弟要够多。没错。比如说照片，其实我觉得也蛮有趣的。插画也画得很好。对，画得很好，很抽象。然后我觉得他图表也做得够好。所以他那个姿势的部分也做得很好。对，姿势也做得很好，然后排版也是看起来蛮好阅读的。绝对绝对。对。所以你本身懂日文吗？正在学习中。学习中。对，在学习中。如果觉得日文很困扰，你看看，有没有觉得非常好看？对，非常好看。大概是这样子吧。日文看不懂的话，就期待风土志下一集啊。没错没错。也是讲跟山有关的吧？对对对。今天预购还有送卡片，对不对？对，没错，谢谢。名额吗？还有名额，还有。绝对还有，请到那个风土志的摊位去看看这一本。在袜子的旁边。是的，是的，感谢你哦。耶耶。最后一个小时，最后一个小时，最后一个钟头，我跟你讲，我下面来盖小哦。对，有没有什么摊位还需要打广告的？对，我看只有我们两个，好像就我们最闲呐、啊。没错，大家好像是要走，拜拜。有空再来。今天有吧？今天不错吧？回家搜寻强迫 radio， 强是墙壁的强，破是破掉的破。然后刚刚讲师姐讲到，现在就剩他了，剩晃晃了，晃晃还在画，晃晃也是很忙啊，头从来没有抬起来过。没错，晃晃一直从开始两点画到现在啊，头都开始晃了。放过他吧。他刚瞪我们，真假的？快点，等一下是你的介绍书哦。没，你先忙完，你先忙，对。我们慢慢可以看得到地平线的远方了，对不对？大家最后一个钟头，没有带书嘛？虽然他就不用带了，对不对？还是要跟大家提醒一下啦，张公斤今天有这个，
棒蛋糕，然后它叫做 Bucking 棒蛋糕在后面，然后还有咖啡，那个难得帐篷间有食物可以食用，好，大家去参考一下。逛累了呢，就可以坐下来吃吃喝喝。最后一个钟头已经场地有比较松了，大家可以更轻松了。
春哈。带来这首的富丽。是因为这一本是绝版的，对啊，可是第二集还有，然后第一跟第三已经全部卖完了，第二集是黄色的这一份，有大声一点，很小声，棒棒棒棒棒，又回到了 Sky K 屋檐，耶，巴拉巴拉，距离那个活动结束最后四十分钟，耶耶耶。今天下班同事要聚餐，找个地方吃碗卤肉饭，最近没有什么电影看，大家讨论接下来怎么办，吃完以后饭要做什么，宇宙死学部仍然是本身，还有人说他的辣椒腰，我们这里依然是舞池啊，去唱歌，做不做梦我的好朋友，今天你请客，谁请客，小鹿，我们大家一起去唱歌 Skok Skok， 今天晚上一起去唱 Sk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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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kok， 带你去唱 Skok， 这个团啊就是台湾的独立乐团 Skok 带来的 Ska 曲风的 Skok， 今天确实唱了一整天，没错，距离结束摊位就是最兴奋的时候了，但是要扛很多东西回去，终于到都卖完就不用扛，为什么有歧视，有人建议我们去夜店，不如一起去唱中华街，走吧走吧我的好朋友，今天你最亲和，走吧走吧我的好朋友，我们大家一起去唱歌 Skok Skok， 今天晚上一起去唱 Sk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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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kok， 带你去唱 Skok，刚刚还有人在问我是谁的歌，这个就是台湾的独立乐团 Skok。爸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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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圆的时候，家长说你吃完不能走，婆婆妈妈拉着我的手，他们说要听我唱一首，突然麦克风被传过来，我只好当一个乖小孩，唱完技巧大家都很爱，下个地方我们继续嗨，走不走我的好朋友，集体结束时间现在时间是5:16，结束时间还有45分钟，我们大家一起去唱歌，卡拉 OK 卡拉 OK， 今天晚上一起去唱卡拉 OK 卡拉 OK卡拉 OK 卡拉 OK， 带你去唱卡拉 OK 卡拉 OK 卡拉 OK， 今天晚上一起去唱卡拉 OK 卡拉 OK 卡拉 OK 卡拉 OK， 带你去唱卡拉 OK。马努乔，画错人。耶，西班牙的女将马努乔。